OK，好嘞，我们走进看一下啊，走进看一下，我们点运行，我们看，就拿一号秤来说，这个料斗本来是空的，数值应该是零，但是这里显示的却是344.0克，这是因为上次操作留下的空重。怎么做呢？首先第一步，我们点清零，看是不是归零了，然后我们返回主菜单。返回主菜单，然后点标定。我们这里首先要清零零点标定，我们就输入零，确认。然后我们看，这里有一个砝码，它的重量是5000克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在这里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这个重量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？然后我们输入5000。点确定，然后量成标定。我们看现在，然后我们再把砝码拿掉。我们再看这里，这是零。我们再返回主菜单，看，这就是完成了校正的过程。